起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，从离开襁褓到回家的路，我见过时间开的花铺满这条路，只等一个方向迈出下一步。我将它上和过去相反的路，和过去一样是一条出发的路。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，以为的旅途其实人在归途。就让风吹动我去，用力拥抱你，贴近你，想二十年着你说。就让梦唤醒我去，试着寻找你，找自己，让未来更有勇气。不是嫌我烦吗？莫在这儿打堆，到时候又要找老师吗？咋？就作为写你名字啊？你听不懂好话是不是？哎，狗蛋蛋，你刚才咋说的？推哥，喝了就喝哈。去吃串串不？还有哪个？谢阳。太阳。来看。哦。哎，丹丹，你这……你乱说啥子？我没乱说。我画的，再说只有你们有爱好，我不能用。行了，我们以后就用这种交流方式了。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，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？张佩，手伸出来，整只手，大拇哥呢？拿来。还有，我让你们好好上体育课，好好锻炼。你们呢，给我扯有的没的，不想上是不是？我去跟赵老师说，这个学期都不用上了。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.Well, right up. 丁老师好。刘峰，真用功啊。应该的。谁让你在体育课背英语了？笑什么笑？赶紧的，锻炼去啊！抓紧时间，快快快快快！哦。坐坐坐，真是我，你小心点儿，你怎么注意的？玉妹儿，可以，干得漂亮，惯的，非常好。我之前就跟你说，善不欺，恶不怕，你这终于得到我的这个教学，一惊一乍的。哎，怎么了？现在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是吧？他是在批评我吗？那我随谁呀？那好了，我那些是那个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。你收拾收拾，搬我那儿住去吧。哎，我不去，你家那房租我付不起。我缺钱，怎么还能从你那儿挣吗？那也不行啊，你现在不差钱吗？那亲姐妹也得明算账。
你这样，我那边要是请钟点工什么的，不是也挺贵的吗？你去那儿帮我打扫打扫什么的呗。那行吧，我搁哪干都是干。那能一样吗？就我能给你整成这个阵容吗？不怎么样，哎呀，好了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行了，去往那儿。行。哎呀。我得面试去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也走，我也上班。嗯，走走吧，走吧。行行，多忙，就我一个闲人狗大姐呀，啊！那个钱钱，我那个我自己能解决，我现在就去解决。走，一起走。你之前在北京是做编剧的啊？我是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编剧。哦，那你为啥子来成都找工作呀？我家是成都的，所以就想干脆回来发展。你有剧院的工作经验吗？有的。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的白鸽剧场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参与项目前期的策划，还有……我们这儿确实没有策划二类的那个用人需求。那你这马上也26了呀，工作经验还没有2年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，然后其实这2年我在学校也还是更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。但我们团队呢，其实比较包容，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。月薪是4000，啊，转正后给你买5险1金，单休，半年后转正，怎么样？双休和5险1金是最基本的吧。这样吧，有合适的话，人事会通知你。你要是有灯光、音响这些技术工作的经验的话，还能来试试。谢谢你。嗯，没关系，这个您留着吧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嘛，那今天就先聊。嗯嗯，好。谢谢啊。面试官你好。是国内本科毕业，在国外也是传媒专业研究生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我有很多的大厂实习经验，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轻松上手。希望能够加入贵公司。哎呦，还是个党员呢你。啊，对。了不起了不起。行，那你的资料我就收到了。嗯，谢谢你今天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哦，好，那我回家等你消息。好嘞好嘞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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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宝宝们，你们都想看什么分享呢？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说，不用再给我刷那么多礼物了啊，浪费啊。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多聊聊天就好了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我现在呢就在想，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去直播，比如说打 PK 啊什么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那我就随机连一个吧，好吗？去连丽姐，双厨狂喜属于是。有没有大哥给 Dennis 上票的？
嗨，主播。啊，好可爱的狗狗啊，好可爱！你的主人呢？这得这么有人气。那个，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？那我换一个啦，我换一个人 PK 了。你不会能说话吧？嗨，主播你好。什么？哦，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吗？能听见，但不能说话。哦 ，PK 输了，不能说话。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？那我换一个了。嗨，主播，你能说话吗？美女你好。哎呦，舒服多了。你这声音听着有点甜哈。妹妹今年多大了？妹妹，姐姐今年32了，你呢？我32了，没看出来嘞。我24。姐姐好，我最喜欢姐姐了。啤酒泡澡吃嫩草，姐姐我给你个机会，给我买个糖吃。姐姐糖也有，嘴巴的也有，你要哪个？算，来开始。行。小李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就给小李上票。啊，我的宝宝们，攒票抽一抽。你们有抖币吗？可以给我刷一点，然后增加一下我这个 PK 的人气啊，宝宝们。谢谢王姐，谢谢我刘姑，谢谢。老妹儿啊，宝宝，你们上学的话就不要给姐姐那个，无所谓的啊，不要给姐姐充了。嗯，来开完了瓶子，再给大家炫一个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姐姐，你输了。是，姐姐确实是认输了。家人们，我今天也不播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老板，给你送菜的人到了。哦，到了。你是要请客吗？买这么多菜？没，我就想练练手。你把菜拿过来吧。好。谢谢。山不齐，更怕山不齐，更怕。哎，还咋个回事？我的低保卡咋还没办好嘞？啊，大爷，我们审核过了，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。咋个不符合？我今天专门，你好生看，好生看，你们街道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。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。你说伪造就伪造，哎呦呦，哎呦，不舒服，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，你们是搞啥子名堂的？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都是有备案的，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负啥子刑事责任？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。哎，凭啥子给我没收嘛？你伪造证件是犯法的哦。犯啊犯！你凭啥说我犯法？人家把你抓起来！抓哪个？好说敢抓我？好说好说的，你哪个凭低保嘛？晓得我凭低保。快走了，快走了！哎呀，我瞧不想跟你们两个说。哎呀，我晓得你，无业。记得，还威胁别个，晓得。哦，好歪哦，不得了了，这个人真的是。哎呀，小妹儿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没事，谢谢啊。佩姐，你们公司还招人不？还不行，还没找着。我面了几家，越面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。我妈说的对，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别这么想啊，这怎么能是废物呢？成都也不一样了，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？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，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啊，别那么想。那你要实在找不着，你只能跟我混了。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啊。啊，嗯，你说的对，没事，来继续，再投几下。嗯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别不吃饭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钱姐厉害哦，谢谢佩姐。今天试试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，都是一些家常菜。
这个味道好特别，好像里面有折耳根。姜味儿太重，怕你吃上火，就铺了点折耳根，都是提前煮好放进去的。打死哦！还有什么调料啊？还有小米椒、花椒、姜丝、茴香八角。这么复杂，好多调料啊！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嘛，有的人吃的是食材，有的人吃的是味道。你说吃的这么老道。其实感觉过日子跟吃东西挺像的，调料多了，味道才有层次。有新的，意外的，放在一块儿，未必不是道好菜。弟弟给姐姐上课呢，这些我倒都能吃，反正香菜是吃不了，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。做饭这么好吃，开什么茶馆啊？开餐馆啊？以前也不是没想过，现在不想了。现在觉得卖茶也挺好。自己说的话不算数了，什么有新的、意外的，放在一起未必不是道好菜。一点点做嘛，茶馆可以先做点家常菜，就是酸豇豆炒饭。就是我在成都吃过最好吃的，别人吃不着我觉得可惜了。我可以尽我的微薄之力帮你宣传宣传，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在说啥子？你有在想开馆子的事啊？老汉儿，老汉儿，你娃儿好好的茶馆不开，一天到黑想东想西。叔叔，您儿子做饭真的很好吃，您过来尝一下嘛。我不吃。我给您吃，您看这他这个紫姜鸭超级好吃，它里面放了折耳根，好，你看，味道一绝。还有酸豇豆炒饭，我吃过成都最好吃一家，烤鱼特别嫩，全成都最好吃的。这我倒没吃过。那刚才我喝了，哎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我孕吐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吃。找个二的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叔叔，没事吧？哎呦，真是，哎呦，去跟叔叔说一声。没事没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他就这样。对不起啊。骑串串，骑茶馆，骑谱。所以你见过我吧？我们四个原来经常去骑串串吃饭。你怎么了？医生。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。晕倒的原因是早晕反应导致的缺氧，还好送来的及时，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，暂时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他现在应该只是睡着了。不过长时间缺氧容易影响胎儿的大脑细胞，要定期的做胎心监护，随时观察，如果有什么问题要紧急送来医院。谢谢你啊。别让他再来了。喂，佩姐，我这快完事儿了啊，晚上你夕阳哥请吃饭，搞高冷了啊。知道啦，这夕阳哥人还挺好的嘛，还帮你跟丹姐制造破冰机会啊。关键还不知道你丹姐赏不赏脸呢。没事的，你俩不是说两句就好了吗？哎，希望是吧。哎，夕阳哥家在哪儿啊？我看看怎么过去，怎么个路线。我给你打个车。哎，不用，我这如果真上班了，我得提前熟悉路线啊，
放心吧，啊，没事的。那地址我发你啊。嗯，好嘞。先这样啊，拜拜。啊，我上地铁了，没信号了。啊啊。醒了，嗯，好点没？嗯，慢点，慢点，慢。没事。我是晕倒了吗？对，医生刚来检查过，说是早晕缺氧，没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以后要多注意。啊，每次都麻烦你，抱歉啊。不麻烦，从来没觉得麻烦。想吃什么？做给你吃。七婆，有些话，你当我自作多情也好，还是得意忘形也好，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清楚。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。以前不用，以后也不要。你做饭很好吃。就应该做给你喜欢的人吃，至于是谁我不知道，反正一定不是我。以后我也不会吃了。其实我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。其实我是有求于你。我想当美食博主，你不是在网络上挺火的吗？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，告诉我点经验。我也做生意嘛。再说，咱俩……哦，对，是啊，就是。自作多情了，丹丹姐。就是得意忘形。没有没有，特别好，我觉得，对，开餐厅特别好。对呀。啊，就你做饭那么好吃，你就应该让大家都吃到嘛。是是是。对，虽然，别见怪我，最近他那个泡豇豆炒饭吃多了，可能脑子就是有一点发酵了。那我回头换点别的给你吃。哎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那个泡豇豆炒饭真的是最好吃。很好吃，嗯，我说一下，谢谢。哎呦，慢点慢点，起猛了吧？是不是晕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慢点，嗯，都没怎么吃东西。我回个微信啊。哎，我今天不去了，我有事儿。特别好，是吧？嗯，你很有那个当主播的那种潜质。哎，你好，这边是柔柔广告公司，你面试通过了，是不是方便入职？嗯，没问题。嗯，请问一下，我们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？试用期3500，没有五险一金。哦，我们之前不是说的是4000到6000吗？这是正式薪资，转正再谈，看个人表现的哈。嗯，好，没问题，我随时可以入职。嗯，谢谢谢谢。
嘿，娃娃子们，佩姐，哎呀，你来了。啊，那个啥，我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。姚队，那我们吃我们的。她找你说话没有？没有。你找她说话没有？没有。那你们和好了吗？你还用问呢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少管啊。是这儿吗？啊，就这儿。新校门是吧？对。你好，哎，我们去一下四号楼二单元3101。3101是吧？啊，稍等一下啊。3101今天有预约吗？管得真严啊，戒备森严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香哥，走过来。你进。谢谢谢谢。谢谢啊，不谢不谢。你这是动物园啊，不用拿个票是吧？欢迎啊。哎，香哥。欢迎。你好你好你好。欢迎欢迎欢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光临寒舍啊，倍感荣幸。哎呦，你至不至于，你这藏得挺深啊。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。哎呦，以前买的，现在买哪买得起啊？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？不能吧，一会儿问。哎，你别，没事，我装没心眼儿。不是你们这都空手来的啊？行，不是我带着真诚来的。你呢？哎，我带一颗感恩的心。你呢？肚子。走走走走。那确实应该买点东西，是不是？忘了。哎呀，没事啊，不用说。故意让他听见，还果不其然听见。你这穿啥呀？我这是乔西晨风，你懂不懂时尚？呀，行行，你艺术家。姐，你咋这么忙呀？那我就回个信息，没事。今天我给你静音了啊，咱们要玩就好好玩，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。可不吗？是噻，张总。玩吧，姐。老板，来嘛。静音，静音。来，请进。谢谢。哟，这么干净啊？这个换个鞋吧。哎，别，不会换，不会换，往里进，往里进，啊，我自己都不换。那对对对，没事，进，少沾点劲儿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你这房子弄的。好好走路。哎呦，我这大落地，哦，你是中彩票了吧？对，真的。中什么彩票？买的早，现在都买不起了。夕阳哥，哎，行，这么大房子你自己住啊？对啊，我当然是自己住了，我真是自己住。不可能，听见了，你发毒誓吧。我发毒誓，我自己住。那有点小心啊！我跟你说，真是自己住。哎呦，齐全呐！你们是刘姥姥吗？不是，你们行业都这么抠搜吗？不是，行，我不行，跟他维护关系。这很，这怎么了？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吗？对呀，是还不错吧？啊，好。这房子我们铁岭遍地都是。这是去二楼的？对对对，楼上是书房，还有露台。二楼，还有二楼呢。哎，啊，我走吧，要不然。我去看看。对，上楼上楼。那我也去看。一会儿咱们就在楼上吃饭。哪有二楼啊？这不死的吗？是个墙。再往上走，慢点啊，楼梯陡啊。哎呦我天！哎呦，这大书房。哎呀，哇，这还有个大露台。先给我包放这儿了啊。随便放，随便放。哎，哎，不是，你到底是做啥子的？我是烤烧烤的，你又不是不晓得的。你要把烧烤开到景点里头去？我偶尔在旅游学院教一下书。西西，这露台来看看。走。边边哟，那是个啥东西？哎呀，姑娘，真的是姑娘。你这就有点凡尔赛了，我严重怀疑你这些是找人做的。火眼金睛。这个砖是啥东西？这个就是文创盲盒。口开时间？不，口开心情。哎，别说，你死一会儿吧，你死一会儿。啊，都是哪个东西啊？嗯，这旁边的是，这是算洛阳铲了。对对对，这怎么抠？来，拿这大的，这行吧？大到哪儿去了？比它大吧？你这挖耳勺？你这对，您看啊，就沿着这边一点一点，哎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一点的啊。你这，你从这儿抠呗。不行，你恨他呀？你发泄什么呀？人都是这样一点儿，哎，一点儿，你看，就这样一点儿。哎呦，这我来不了这个，这太细了。你让我给你拿一个，回家慢慢弄。你千万别，你这种得情绪多稳定的人才能坐这儿抠这个，我抠不了。那倒是，还得闲。啊？香哥，哎，你给我们分享一点发家致富的秘诀呗？什么发家致富的秘诀啊？我就是赶上了，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发了个 app， 后来卖出去了，就买了这个房子，放现在啊，真的买不起。这些不要了吧？不要，垫着垫着。学会了吗 ？APP 没学会，不会开 APP。香哥，哎，那个边边有是啥呀？我喜欢到处耍嘛，所以说呢，又懂点开发。嗯，就跟同学呢，又弄了一个小程序，可以在上面推荐美食啊、路线啊，而且有资格的导游呢，还可以在上面组团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司机抓有点准哦。哎呀，运气。
那你为啥子还要卖烧烤？我喜欢烤烧烤啊，烤烧烤是我最大的理想嘞。前人来吃肉吃肉，这种陶冶情操的小爱好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懂？我不懂，但我能理解。吃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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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挣扎呢，那比多看看吃肉吧。老爷往这边，什么东西？我们吃够不着。我给你夹，我给你夹。那这个就夹吧。姐，你这韭菜能够着吗？能，我全能够着。佩姐胳膊长，快吃快吃快吃，你也吃啊，姐。我吃啊。哎，那个，再吃点这个啊，这是我昨天新腌的鸡爪。哎呦，这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我喜欢。还有这手艺呢，我给你夹。谢谢佩姐，我怎么这么好？来，哎呀，佩姐你真好。哎呀，我也要一个。闲着。嗯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我寻思看看多少个鸡爪，不是，这肯定够你吃，这还有吧？这够，随便吃。不是，我想看看这一罐多少鸡爪，多少柠檬。完，我不是你上网上学呗，网上全是教这个鸡爪的。你怎么了？自己查。那个没事，你想做是吧？啊，我一会儿把配方告诉你。你看我香哥姐，你这个对身体不好，收一收，是吧？香哥不光脾气好，这品味也好，这罐哎别，这罐。给你了，给我了，给你了，给你送你了，还拿人家一个罐儿，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呢？刚才是你的小计谋是吗？为了要一个罐儿，施展了一下，出息，你这是，真是同人不同命哈！你看我，哎呀，买个小鸽子笼得还30年贷款才能还清人家钱，谢老板这一下弄一个二层楼。哎呀，你那个不是北京吗？您不是北京人吗？真是同人不同命，这都能把爱好做成事业，还能赚这么多钱，真厉害。真是同人不同命啊！你做鸡爪咋这么好吃呢？谢谢夸奖。真好吃，姐你也吃啊？哎，你别老捂那个罐子，你吃点别的呀。不是，我怕我就要说，这是女主人了，要给我们张罗。你是不是想尝一下我的儿丝？哎，买个肉吧，姐。好，来个肉。哎呀，真撑啊！吃饱了，江哥，你那葱我一会儿能拔两根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想吃什么拔什么。那我再拔点香菜，明天我还炸点鸡蛋酱。那我能给丁老师也带点？当然可以。这怎么连吃带拿？那小锅不许往家拿。不行，我喜欢这锅。有点出息，董佳熙。那我们为了报答你，就把这儿帮他收了呗。啊，对，行，我来。你等会儿，别动。什么羹？什么风？牛头羹。那个氛围灯，我暂时一会儿我们家的自动家具。不然的显摆啊！是挺厉害呀，这个摘菜。行，那我们摘菜，跟钢铁侠似的。我在公园看到了，我就拿回来。挺有环保意识啊，拿回来干嘛垫菜啊？没少拿吧？就拿了你这一张。别给我乱扔啊！我自己要回收的那个。你不是要刮出去了？我刮出去，我得换一张，那全是油。啊？换一张？那怎么写啊？张培，你。大润发鲨鱼里带两个碗，好主意，可以。哎，谢阳哥是不是给佩姐相亲呢？你也看到了，你不就搁那鸡爪子下边吗？哎，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管。哎，你又懂了。不用送，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走了。这不好打车，你们规划一下路线，先送谁？那就先送云妹，再送我，最后送。你真要抱着罐子走是吗？要得，抱着，走。那就谢杨哥了。客气。谢谢杨哥了。哎，那葱提我给你拿着来。葱装了吗？装了，在包里呢。把我们家进货了。走吧，快点的，走，来了。
翔哥，嗯，你要不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呗？我吃的有点撑了，我想溜达溜达。那就在前面都给我们放下，我也溜达溜达，咱俩溜达溜达。那行，那我在前面停，我陪你们一起溜达溜达。哎，没事。那就别溜达了。啊？溜达溜达吧，挺好的，我也吃撑了。什么？我那个罐儿和葱在云梦上了。再给你一个，下次的。那就不跟你说，是不是不应该拿？你该着不是你的，给云梦吧。哎呀，你别说他，没事，回头我再给你个。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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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别说他，没事，啊，没事啊。我晓得你的名字，吴云，记得。脏花子、瓜娃子，丁丁猫、偷油婆、闷蛋、哈戳戳，你要做啥子？老子不怕你。那你怕哪个嘛？咋个是你嘞？我听说你单位附近有人闹事儿，不放心，就想着送你回去。啊！哎呀，那我刚才这个不是冲你啊，没骂你。哦，我知道，吓坏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没事儿，我这马上就要到家了，你不用送我了。那个，真的，你看我刚才挺凶的，我还撞。行，那我也回去了啊。啊，你回去早点休息。啊，行行，谢谢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啊，晚安啊，晚安，哎，你妈催你了吗？嗯，刚给我打电话没接着，回来得有点晚，赶紧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啊，走吧走吧。张佩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那手机是摆设是吗？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你看打多少电话？哎，我天，你怎么了你？你是不是闯祸了？啊，你们俩别管我，赶紧回去吧。拜拜拜拜。怎么了？快说，不说回去了啊？商业机密。哎，我也一个卖烧烤的，不会抢你们业务吧？你说不说？不说我走了。那尿血那客户，可以标底承保了。真的呀？我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？值得值得值得。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？第一时间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。你这么晚不接电话，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？没有，就这事儿吗？你还就这事儿？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懈怠了啊。我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老跟他在一块儿干嘛？哎，商业机密。不是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这儿等半天了？没有，我正好是旁边老唐足浴洗洗脚来着。啊。你早说嘛，我给你推荐一家，就在那边，特别好。行，你俩在这聊脚吧，我回去了啊，赶紧早点回，走，慢点啊，早点走。你怎么还坐在那儿？你干嘛呢？我歇会儿去。你怎么还坐下了？赶紧回去。不是，那这麦芽糖吃吧。我们吃粘牙，走了，拜拜。还行这个，对，还行，我吃。这不是给你买的药，哎，我给你推荐一家，就在那边啊。你跟我走，我不去，我走。我洗完了，我就在那边，真的。那边那家特别好，你别跟着我。不是，你相信我，就在那边干嘛？去洗脚，我洗完了我还洗。再来一次的选择，可能更坏或更好，过去的一切就值不得。成过往，只剩一句别来无恙。曾经的一切，互不干涉。
多少人就像我，反复被生活打磨，苦笑过，不说破，只能逗留在此刻，悲伤和快乐，握手言和。多少次再犯过同样的一个过错，纠正过，再试错，选择再一次来过，自由和枷锁。关系选择，多少种好坏的，那些别人眼中的所谓的必要的，不属于我自己的表情和原则，言辞拒绝，听得懂也伤过，人生意义这一刻天大的一件事，只不过是个随波世界的场合，我手